带着他在公园去玩，像翠湖公园有那种船嘛，就看人家带着就看，就反正看人家一个抱着孩子啊，带着孙子啊一些，反正只要看见小孩就会想起一些事情，只不管这两个。真的开始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想去，我心里面觉得他太不重视孩子了，就像这种想去离婚，想去什么。有时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怪我，我怪你，不说孩子就是这个事情。有时我就在床上躺着，一躺就是一天，他就说我关心这个事情，其实我心里还是很难受，因为我帮不上什么忙。如果我知道我的小孩在哪里，天涯海角我都要去把他找。如果可能的话，能用我的生命去换回他的平安归来的话，我是100%的愿意。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，不，甚至是死。我们可能我们的孩子找回来的机会很小很小，因为据我所知，在云南省每年丢失的小孩很多，但是找回来的亲戚很少很少。Only about 1 in 20 of the children from the Kunming group have ever been found.